这批就是大美湖啦。然后我是一名业余的盛装舞运动员，我现在有四匹马正在训练。最近想出来这个马术励志的主意也是由我自己制作。希望大家能更多的了解马术，然后也希望我的马术励志能一起比一起做得更好。谢谢。那么这一集我们就用曾经是亚运会亚军的铁木真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给尾巴编辫子吧。那么其实我个人梳尾巴的方法就是把它捻了一下，捻完了之后再手上卷一圈，这样它的毛其实也不会掉，还是很顺的。所以那就先开始编吧。然后开始编的时候，你要从两边先找一簇最边边的上面找两撮比较长的毛，这就两撮找好了。然后在中间再找一撮比较长的，中间呢你其实可以模糊一点，因为就中间的毛很少，就多抓一点，这样就三簇毛找好了。三簇毛找好之后就可以开始编了。你会发现我在编尾巴的时候，那个麻花辫是往下编的，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看，有一种那个麻花辫浮在尾巴上的感觉。然后你从一开始要注意它这个一开始的这个结一定要在中间，这样子才会直。你每一次把它编到下面去的时候都偷一点，一开始啊很难编，因为马上面的毛都很少，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从两边偷会偷得多一点，这样就比较容易编。但是呢也不能偷得太多，就是你要注意整一个辫子它的均匀度，你不能就是说哦一开始很细，然后你编着编着编着就变得特别粗，这样就不好看了。当然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有些人可以觉得可能觉得哦变得很粗很好，变得有变化很好看，但是我个人不这么觉得，所以我就变得均匀。其实编尾巴有个小窍门我今天没有用到，跟给鬃毛扎辫子的时候一样，就是要在最好在洗完马之后编，这样子的话马毛是湿的，它就那些杂毛就比较容易编进去一点。你看到编到下面之后，因为毛越来越长，所以把别的毛偷过来的时候就更加要更加偷得更少，因为不能让它变粗变得那么快。抓毛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在旁边横着抓，这样子的话既可以抓得很少，又有一种很多毛包过来的效果。这在马屁股后面，除非你是 99.99999% 确定这匹马没问题，是不可以随便站在马后面的哟，不可以学我。其实呢编尾巴它可以它的主要作用，第一是尾巴变得好看了，第二就是包括显得屁股更圆一些。但是如果你本来就有一个屁股大的嘛，那就不用编了。其实这样子就快要编完了，有点视觉疲劳，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不编了，就把这个麻花辫给编完。然后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就是你的麻花辫编完是扎的时候要往上面扎一点，这样子的话就确保了它最下面的地方不会在你扎的时候散开。然后我觉得其实如果能把这个混到尾巴里面，这样是最好看最自然的，但这不太可能。所以我们就来把它编回去穿进去，然后再给它折个折再穿进去，然后最后把下面扎起来。这个是编好效果了，谢谢观看喽，我们下集见。